变形虫设计展览是由五个年轻人吴敬生、陈汉平、杨国台、霍鹏程跟谢玉枪联合展出的，他们的年龄都不超过26岁。展出的内容大多数是商业广告，借新奇的图案设计、鲜艳的颜色来推广产品的销路。另外有一项特殊的邮票设计展览，内容非常新颖。这个展览的名字叫做变形虫，是故作惊人之语。这个展览将在京工画廊展出3天。